这个这是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吧？对，他前面之前就进。银行大厅有客人，有办业务的，也有一些那阿姨妈妈的老年人，万一伤到人，首先我把那个刀先夺下来。人家一般储户了，进来的时候全部拿这个储蓄号码排队要办业务，他没有。他没有，他就在这还拿个电话打。